大屋所于日前接获民众多次检举大屋乡一处民宅有赌博及妨害民众安宁秩序后，申请搜索票，当场查获林贤等五人涉嫌赌博罪，现场查扣赌具、象棋两副、抽头金新台币150元、赌金新台币3550元，因现场的载运车辆不足及距离分局不远，严谨未能申请支援，便宜行事，让当事人感受不佳，确有不当之处，深自检讨，情理未能兼顾，令远景执法态度不佳部分，本分局将加强教育训练同仁，强化预案情绪管控的能力。